社会上有一种男生就是像这样的男生。你看啊，我来描述一下，大家感觉精准不精准？刚才大家在笑的时候，我不认为他们是嘲笑，有些人还真的是觉得挺开心的笑，包括有一个女生跟旁边一个女生开玩笑，拍着她的腿说宝贝。